我有什么秘密啊？你大清早的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阿爸给你做了衣服。以后这种事情让阿牛做就可以了，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我不是也想过来问问，你什么时候教我功夫啊？这样吧，今天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咱们在公园小树林见。真的？嗯。好，终于开始了。 谁稀罕吗？那记得约定啊！知道了，出去吧。一杯咖啡。您放心，我派了可靠的兄弟在外边守着，如果有可疑的人出现，马上会通知我们。重庆方面来电了，训斥我们工作能力低下。哼，是因为上次刺杀井川失败的事情吗？ 不是，是因为共产党，他们最近从上海租界弄了不少紧俏的药品和其他物资到根据地，而我们竟毫无觉察。我们的工作是针对日本人，共产党的事情别说不知情，那就算知情，难道我们还要去阻止吗？可重庆方面的人他不这么想。站长，反正运输物资这一块一直都是其他行动组负责，咱们别管了。那。 我这次找你来是有任务需要你配合一下，你看看这个钱村正一，表面是在伪满洲国政府任职，可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机关在伪满洲国的负责人之一。上峰发话了，不惜一切代价刺杀，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上海。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，确实不能放过他。计划好行动日期，告诉我一声。 我好做准备。看仔细了，这个人，他就是策划伪满洲国独立的元凶之一。他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，这次来到上海，我们总该做点什么吧？可是这个人身边的守卫一定很森严，我们得好好想想办法。是啊，他是政府要员，想接近他很困难的。 就是因为困难，所以才叫大家一起来想办法。你们要是不做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做。哎，我这次过来呀，就是为了坤儿和彩儿的事。你说，他们也老大不小了，是不是该考虑这结婚的事儿了？ 既然你也着急，不如我们把日子定下来，把婚事办了。哎，我就不懂，你还有什么顾虑的？阿坤和彩儿打小就要好，我们坤儿对你们彩儿的情谊，我这当妈的都看在眼里。难不成是你唐老爷因为我们张家的家世？ 不如以前嫌弃我们了？你怎么都这么说呢？我堂祖光是这样的人吗？阿坤呐，是能文能武、正直善良，我很喜欢呐。让彩儿嫁到你们张家，那是我们彩儿的福气呀。有你这句话呀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那我们家彩儿。 打小就被我娇惯坏了，凡事呢，都喜欢自己做主。现在都兴自由恋爱了，我还得征求一下他的意见。<笑>好，爷，这日本人都亲自邀请您去参加宴会了，说明知道您的分量，您怎么还犹豫上了？你懂个屁！
我正在权衡，去对我们有利，还是不去对我们有利。爷，咱这烟土的生意都做了，要我说，当然得去。就是因为接了这档子生意，才需要斟酌。这去呀，是为了拉近关系；不去，是为了撇清嫌疑。还有这么一说？最近烟土生意准备得怎么样了？丁处长来信说，下一批货几天后就到。我已经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做仓库，人手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嗯，你呀，尽量不要露面，在后面指挥他们就行了。爷，我终于可以指挥别人了。瞧你那点出息。嗯，回去吧。上车吧。走了。有空来玩啊。好。阿爸。阿爸。什么事儿？啊，你看，这是景川大佐特意让我带给您的，您答不答应参加？他这是见我的君。不错吧？就这儿啊？啊，还行吧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听说你学过一些招式，那就请你展示给我看一下。展示就展示。啊？招式漂亮，动作精彩，可惜全是假把式，实战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。哎，我武功虽然不及你好，但是也不至于那么不堪吧？你的拳脚毫无力量，真打起来根本就伤不了对方。那这样，如果你非要跟我学呢，让我回去思考思考，改天再告诉你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伪满洲国的军事顾问浅川正一来到了上海。今天晚上我阿爸要去参加他的欢迎宴会，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好好观察他。你非要行动吗？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行，那晚上我陪你去看看。金川大佐，这位是百乐门的涂老板，在上海的商界是很有名的。认识你很荣幸。你好。嗯，这位是无名之辈，唐先生，你若是无名之辈，那在上海没有几个所谓的名流了。唐先生工厂生产的红木家具，在上海那可是数一数二的。哦。是吗？那你要替我好好介绍介绍。好，请啊。我们一直都是那么做的。你好啊，张探长。一小姐，看你今天这身打扮，谁能想到你是一名记者？张探长这么说，我就当你是在夸奖我了。你们两位先聊，我先过去了。站住！我阿爸是你们邀请的贵宾，我要进去找他。不行，没有请柬根本就进不去。他们的治安肯定很严，不过
我就在这里等着乔乔撤出了。我要看看浅川究竟长什么样。说的也是，报纸上的照片根本就不是很清楚。是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和上官喝杯酒。好啊。是我的疏忽，宴会检查得非常严格，没有想到竟然混进了刺客。这些刺客想要杀我，还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况且桥下这中尉刚才的举动足以证明他有实力保护我。嗨，嗯，这次的行动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呢？我是站长，没必要每件事情都通知你吧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咱们两个同志死在我眼前，可我什么都办不了。
今天本来就是一场突击战，就是要攻其不备。不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保密的需要。保密？你连我也不相信吗？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这是保密的需要。可是咱们的人牺牲了，这是战争，牺牲是在所难免的。站长，这次的行动假如说提前计划的再周密一点的话，我们的那些同志就会死得有价值。你看看现在，我告诉你，这次行动本来就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浅川，而是从军统叛逃出来的特务安明清。安明清？安明清是军统的情报处长，他掌握了军统太多的秘密。如果他投靠了日本人的话，我们军统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。而且安明清这个人十分的狡猾，又熟悉我们军统的行事方式，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行踪。也就是说，刺杀浅川是要引安明清出来。安明清指明了只跟浅川交谈，所以日本人就把浅川派了过来。但是如果让浅川去见安明清的话，那守卫势必十分严格，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但是让安明清去见浅川，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布置了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浅川毕竟是伪满洲国的军事顾问，日本人对他的人身安全比较重视，他浅川这个人又十分自大，非要坚持住在足界，这倒是给我们的行动提供了不少便利。这应该是安明清自己的主张，毕竟在足界内他还有一定的主动权。我们就是利用他们之间这种嫌隙才做出这个行动计划的。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消息，安明清和浅川在后天见面，所以后天要不惜一切代价刺杀安明清。确定后我会通知你。是。司令官阁下，为了保护浅川阁下的安全，希望您能够出面劝说他离开租界，住给我给他安排好的住处。你是一番好意啊，但我知道浅川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搬离租界的。浅川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个使命，那就是要和重庆的一个情报人员会面，他们会面的地点就选在了租界。这不是舍近求远，如果让那个情报人员直接跟我们接触的话，岂不是更有把握？而且就算是跟浅川阁下见面，有我们的参与，那成功的把握也会更大的。难道是浅川不想让我们的人掌握那些重要情报？久等了，熊师傅辛苦了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爱徒小象。这位呢，就是熊师傅。熊师傅好。唐爷，屋里坐。请。唐爷，
不好意思啊，上次你要的刀啊，我只做好了一部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就是顺道过来看看，顺便让我的爱徒见见面，认识认识，认个门啊。将来这个取刀具的话，就由他来了。小乔，你看看。对。刻刀的淬火火候不太够，可能需要重新打造。小乔，嗯，你眼力可以啊，啊，这一批刀的火候是差了一点儿，这老了都没看出来呀。师傅一点都不老，年轻得很。有心事啊，师傅。我还不是担心彩儿的安全，她老是惹是生非的。以后啊，你要多关心她，保护好她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怎么了？你看，我居然说出了让你保护好她的话。我忘了你也有病缠身呐。哎呦，师傅真是老糊涂了，走吧，上车吧。师傅啊，要不您先回去吧，我想去附近的书店逛一逛，然后我自己回去就是了。你认得家？当然认得了，唐公馆离这儿又不远。注意安全。放心。走了。熊师傅，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想让您帮我打这把刀。这防身用的，还有这几把刀的钱我自己付，和唐家没有任何关系，希望熊师傅能替我保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保密的。有劳了。好。我续的，好不容易才脱身。不说了，进去吧。彩儿，怎么样？东西带齐了吗？带来了。学校拿这些仪器和材料做什么呀？我要制造炸弹。你疯了吗？简川罪大恶极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，我要让他血债血偿，这也是替杨老师报仇的最好方式。彩儿，你这话说的是没错，我们现在这些材料做出来的炸弹威力并不是很大，我们又没有枪，我们拿什么去跟日本军队和特务打？
你忘了，我阿爸教过我拳脚，到时候只需要大家制造混乱，我们就有成功的机会。拳脚怎么能对抗日本人的枪和炮呢？对啊，彩儿，可你杀过人吗？这个不重要，面对那些杀人魔鬼，我是不会心慈手软的。况且我还有秘密武器。就算你有秘密武器，你也进不去国际饭店。国际饭店？对啊，昨晚牺牲的人一定是留下的线索。浅川就住在国际饭店的六层，没有预约谁都上不去。刺杀浅川的事我另有安排，你们就不用管了。但是行动当天我需要你们的配合。那天的行动我跟你们仔细的说一下。哎呀，大哥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来看看你。这码头不能交给你一个人管了呀。嗨，我也就是干点力气活，那官面上的事儿还不是您去打点。这几天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事儿，一切太平。大哥，我已经改变了运货方式，化整为零，对方摸不着我们的底细。再者，我也嘱咐了手下的兄弟们，时刻注意点涂怀志的手下。怎么？你怀疑是涂怀志手下干的？思来想去啊，只有他了。您想啊，要是巡捕房的人和特务的话，不早就拔枪了吗？我来是想要问你，昨天刺杀浅川的是不是就是你在帮助的人啊？大哥，我只是帮着他们运送点货物什么的，其他的我不干。那就好，咱们呢做事要量力而行。我虽然也佩服他们的举动，但是在租界咱们有家有业的啊，不能和他们干这种杀人的事情。大哥您放心吧，我会把握分寸的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废话，来这里当然是住店了，难不成是来玩啊？把证件拿出来，我要检查。你凭什么检查我证件？要检查还是他们检查？你没有资格。别跟他废话，他今天要是拿不出证件，就证明他有问题，咱们直接把他带走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竟然敢对我动手！别冲动，起开！你给我老实点！你要是再敢反抗，我一枪毙了你！把他抓起来！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！误会，误会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！张探长，这个人可是有抗日嫌疑，您最好别插手。他抗什么日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婚妻。未婚妻，彩儿啊，你在这胡闹什么呀？是他们非要查我的证件，不给他们就耍横。那个误会，误会，一场误会啊！来，拿着。哎呀，别客气，一点小意思，请大伙喝茶。好了好了，既然是个误会，这事就算了。不过张探长，你这未婚妻好大的脾气，你可得好好管了。今天幸亏碰见我们哥俩跟您相熟。是啊是啊，
要碰见别人呢，可就没这好运气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。彩儿啊，你怎么搞的？无缘无故你招惹他们干什么呀？这里是租界，难道我还怕那些狗特务不成？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吗？那我要是不在呢？如果我今天不在的话，你是不是就被他们给带走了？我提前问过巡捕房的人了，他们说你在附近巡逻呢。你是知道我在这附近才跟他们动手的？是他们先动手的，我只是教训教训他们，今天就是他们人多，要不然我打得他们满地找牙。不，彩儿啊，你以后能不能别这么小孩子脾气了？我那些真接触的特务是什么身份你还不知道吗？没事别招惹他们。好了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好，赶紧回去吧，回去晚了唐伯伯又该担心了。放心吧。哎呦，嘿嘿嘿，哎呀，丁处长。每天就运这么些货来，实在是不够兄弟开张啊。您能不能想点办法多运点货来？这要是有办法还用你说？再说了，我堂堂侦缉处的处长亲自给你送货，你还这么不满意？瞧您说的哪儿的话，我还敢对您不满意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这事儿工部局已经撒手不管了，咱们干脆就来些卡车，这样也方便行事，不是？大嘴，动动脑子。工部局答应的是不干涉，可从来没承诺过烟土买卖是合法的。这事儿要是被那些记者知道是日本军方给你们提供的烟土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还是小心些为好吧，现在还不是大张旗鼓的时候。您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。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？丁处长，这就是您不懂行了，不是？运送烟土这种生意，不能找太热闹的地儿，要不然这人进进出出的，容易惹人生疑呀。况且在这地儿交接也方便，不是？丁处长，能不能想办法给兄弟们搞几支枪来？这有枪在手，兄弟们行事也方便些。李大嘴，这个梦就别做了，好好做好你的烟土买卖吧。啊，好。阿爸，您找我呀？啊，来来来，坐。刚才啊，阿坤的母亲来找我了，问起彩儿和阿坤的婚事。啊，太好了，那这日子定了吗？我好提前准备一下。咱们家好久没有这么大的喜事了，我可得好好准备，到时候热闹热闹。这件事情啊，虽然我们双方的父母都默认了，但是从来没给彩儿正儿八经的说过呀。我就担心呐，万一彩儿她没有这个心思呢？阿爸说的也对，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，是得问问彩儿的意见。些什么东西啊？大嫂，这个呢你就不用知道了，是秘密。
这么大个人了，还以为自己是个孩子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你给嫁出去。你就算把我嫁出去，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啊。更何况我根本就不想结婚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张坤的母亲已经来家里跟阿爸商量你们俩的婚事了。所以你现在到我这来是给阿爸当说客的呀？啊，什么说客不说客的，别说的那么难听。张家呀，和唐家是世交，而且你跟张坤的关系又这么好，所以两家人很看好你们两个的。再说了，人家张坤条件也不错呀，你要是嫁过去啊，你以后一定能过上幸福的日子啊。大嫂，我现在根本就不想结婚。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的，你干嘛不想结婚啊？不想结婚就是不想结婚，没有什么为什么呀。哥几个，我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坤哥，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，兄弟们都是有你的照应才有了今天。哥，大哥说的都是兄弟们的心里话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是这样，这件事情不需要你们插手，但是需要你们跟我做一个配合。配合？来。是这样，他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他不想结婚，他怎么想的？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依我看，彩儿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对张坤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，所以她还在犹豫。要不我们给彩儿点时间，让她好好的想一想吧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脑子里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。水月，你和他关系最近，他整天忙忙活活的干什么呢？明天可就指望你们了。谁啊？是我，彩儿。把门关上。坤儿，好，趁热把汤喝了。这总熬夜工作，这身体要当心呢。哦，知道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好，你说。昨天我去见你唐伯伯了，商量你跟彩儿的婚事呢。不是，妈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哎，你怎么还怪上我了？你说说，这几天我白天见不着你，晚上也见不着你。我倒是想找你商量来着，到哪里找你去呢？妈，对不起，我陪您的时间太少了。不过呢，关于我跟彩儿的婚事，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说吧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坤儿啊，难道你不喜欢彩儿了？我当然喜欢她了，只不过巡捕房的事情太多了，等我忙完再说吧。你就是再忙也不能耽误结婚呐。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您上楼睡觉吧。啊，你看。
去吧。哎呀，快把汤喝了。知道。早点睡啊。知道了。哎，这孩子。去吧。这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次的行动不容有失，所以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，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。在这里，将会有个狙击手，在安明清下车到进入饭店大堂这段距离进行狙击。距离太短，时间仓促，成功的把握性只有50%。这个我也考虑到了，所以制定了两套方案。在第一套方案失败之后，就在安明清进入大堂进行近距离射杀。我们可以在大堂辐射，但是在那里开枪的话，外面的特务都会进来增援，敌众我寡，成功的把握性也不大。这个你们就放心吧，狙击手会给你们最大的支持，用它来压制外面的敌人，并且他会一直掩护你们，直到日本宪兵到来为止。交战二师，准时在这等我。放心，绝对没问题。继承八点出门了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们把计划推迟一个小时不就完了？哎呦，我真服你了，你来晚了还理直气壮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东西带了吗？独立向那个盛世。